坐低表好似比得我，側眼少側表多，係啊係啊，我呢度打過嚟啊，使唔使碌下啲人情卡，幫下手自己做宣傳？我其實好開心自己即係。身邊有不少的好朋友，其實很多即譬如在這一行內的朋友，好像劉永璇、伍樂怡、林海欣這些，其實他們真的直情不用我去 message 他們，他們自己看到我 IG post， 他們都說、幫你下 order， 或者是、之前我在淺水灣那裡做了生物 pop up， 直情林海欣是沒有跟我說過他會帶埋他媽來，然後說為什麼你成家離曬帶埋他的狗，然後之後後來其實很感動，即是看到很多的朋友、圈外的朋友也都是、即沒有跟我說會來，但是都默默地支持我，是有一份感動在這裡，即是幸好自己平時都沒有得罪太多人。